有看吗？三二一。哇，你看这个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啊，怎么一直打妈妈？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们这样收视率会下降很多哎。明明是很简单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，快乐的在那里旋转，咻咻咻，地狱三头拳。哦，吴昕也要攻击的，好吧，现在就是练习时间，自由练习。哇，两个人正在激烈撞击，哇，还会加速旋转，哇哇，连续攻击，哇，连续打了吴昕的屁股三下，哇，啊，看是谁，啊，两个人同败俱伤，两败俱伤，哇，真是从玩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有比较像样的一场了。我们再打一次的，打一次要睡觉。对呀。那我们今天要赶快睡饱饱，明天我要卯足全力对你攻击，要打败吴昕义大魔王。不是，我不是大魔王一。你是 Otoro 大魔王。一。Go。为什么？因为卡在上面，你没有弄好。我都有弄好。对呀，这次换吴昕义成功了。哇，这个还在继续的旋转。因为你在卡的时候，一个卡进去，一个没卡进去，不平衡。你要教妈妈。